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734年，734年。我们从第五行经文看起啊，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世之聪辩，正义邪心，云何处理生死大事？这一段经文，我们特别要重视的，就是幕后这一句：怎样处理生死大难？最严重的灾难，无过于生死，能够处理生死，那是所有灾难都化解了啊。念老的注解说：又闻所指啊，就是这个五句，更胜前者，比前面讲的更重要、更严肃。前面说修善，但求世间福报，所以超越不了轮回。这是现世我们所看到的出家在家学佛的心态，学佛的目标，多半呢都没有离开名闻利养啊，所做的一切善事都是福德啊，不是功德。那么这个五句所说的呢，那是愚痴根深。为什么呢？他不种善根。不种善根就是放纵于贪嗔痴慢。大乘教里面告诉我们，世间一切善法都从三个善根生的，这三善根就是不贪、不嗔、不痴啊，这是善根啊。现在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还要把后头两个字加进去，可不要忘了，不慢、不疑，要怀疑。贪嗔痴慢疑，啊，这叫五毒啊！五毒的反面翻过来呢，就是五种善根啊，可以说是世出世间一切善根都扎在这五个根上，这五个根有一个都会堕地狱，要五个都具足，那还得了吗？啊，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啊，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啊，这就是没有善根的。这五个事他通通去做啊。但以视之聪辩，视之我们今天所讲的知识，不是智慧。除世间的智是智慧，世间的智是知识。啊，他也聪明，他也有辩才。如果把善根丢掉了，这个视之聪辩呢，就帮助他不种善根了。啊，这不种善根的意思就是不干好事啊。啊，这个视之聪辩呢，帮助他了，成就他了，正义邪心。啊，邪心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样怎么能处理生死大难呢？这个难是灾难呢。啊，为什么？这个五样事情就感应来的灾难。啊，这一桩事情呢就摆在我们先前。许许多多的人已经觉察到了，知道这个灾难的严重啊，都提出来很认真的讨论如何来化解灾难。我们学佛的同学知道啊，把贪嗔痴慢疑放下了，灾难就解除了，不贪了，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不再贪了，水灾就没有了啊，不再嗔恚了，不再发脾气了，心平气和啊，这个地球的温度就下降了啊，火山不会爆发了啊，要不愚痴呢啊，风灾就没有了啊，飓风、台风、龙卷风这些就没有了啊，不慢呢啊，学着谦虚，不再傲慢了，地震就没有了啊，不疑，特别对圣贤不疑啊，对圣贤教诲不疑悔，大地就坚固了啊，大地不会下陷，不会沉到海里去。你看看，这些大灾难可以能化解啊。啊，确确实实啊，都在一念之间呢。我们继续看念老的注解，此则愚痴更深，不种善根呢。啊，反仗持着自己的这个世间的知识，啊，特别现在科学技术这种知识。啊，聪明都用在这上去了。啊，聪辩用在哪里呢？用在不相信前人。
啊，甚至不相信父母，不相信祖宗，不相信有圣贤，认为圣贤都不如他。啊，圣贤没有科技的发明，啊，认为科技是第一。啊，不相信宗教了，啊，骄慢自大了，不生正信了，就助长邪心了。这个邪心就是贪嗔痴慢疑。啊，不知是知便聪啊，正是八难之一。啊，八难，佛在经上常讲的，在此地我们再提一提。啊，这是佛教的名数，名词术语，但是里头有数字。啊，为见佛闻法，由障难拔除，啊，又名八无暇，未修道业无闲暇也。你有这八样啊，你就没有功，没有功夫去学佛了。啊，这八种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地狱。地狱里面，地狱种类非常之多啊！是随着人的念头啊，自然变现出来的啊。地狱不是阎罗王造的，也不是城隍爷造的，啊，也不是上帝造的。啊，是业力自自然然感召的。哪些业力呢？贪嗔痴慢疑。啊，你所造作的杀盗淫妄，在地狱果报自然现前。啊，而且躲在地狱里时间太长了，苦不堪言。佛在经上对这桩事情讲得非常透彻。我们讲佛经里面关于佛设地狱这种事情都抄在一起。啊，从25种经论，啊，佛设地狱有些地方说得很详细。啊，这个抄本我们也流通了。啊，我提个名字。注经佛说地狱皆要。啊，比道家讲的还丰富还要圆满。应当要看一看。我们自己有警觉的心啊，地狱去不得了。那怎样能不去呢？我不造地狱业，不就不去了吗？造地狱业，那肯定要去啊。第二，这个是没有时间去学佛了。啊，地狱里头虽然地藏王菩萨，啊。地藏王菩萨是表法，化身菩萨到地狱里面去度化众生的很多啊，但是地狱很难度啊。
啊，难在什么呢？他不相信。啊，地狱众生如果一忏悔，啊，一改过，他就离开地狱了，地狱就没有了。啊，不知道忏悔，不晓得改过，啊，那就永远离不开地狱。第二是恶鬼道，第三是畜生道，这三个通叫三恶道。啊，三恶道都是在受苦报啊！啊，造作所有一切不善业，通通在真受报。这里面的众生没有功夫修行啊，虽然佛菩萨慈悲去帮助他，帮助哪些人呢？真的是有缘人，都是学佛的人，学的都很不错啊。临命终时，一念贪嗔痴就堕这三途。啊，所以临终最重要要正念呐、啊。临终最后一念是贪心。啊，无论是贪财、贪色，啊，或者是贪念情执，统统都堕落。啊，堕恶鬼道啊！临命终是成慧，就堕地狱道。啊，临命终就是愚痴，没有智慧，就是糊涂啊！啊，现在我们常常听说的老年痴呆症，这个事情很麻烦。啊，老年痴呆症是干什么？哪一道呢？畜生道。啊，他愚痴，没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所以这个很可怕了。啊，必须要防止老年人为什么得痴呆症？肯定心情不开朗。啊，有怨恨，又没有地方投诉，所以闷在心里，这应该是主因呢。啊，老年人如何能叫他快快乐乐的啊度过晚年，那个是莫大的功德了。人都有老年啊，你又不想短命，那一定就得有老年了。啊，所以养老自古以来中国人对这个就非常重视啊。啊，过去是大家庭，养老是家庭负责。啊，中国人所崇尚的孩子要认真教导，绝不放松啊，严加管教啊。啊，中年以自己的才能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国家，贡献给家庭。断恶行善，积功累德，光大门楣啊。晚年啊，一般讲退休之后
晚年享福啊。啊，所以天伦之乐，这是古老的中国社会啊。那今天我们把中国的传统丢掉了，学外国人的啊，外国人跟中国恰恰颠倒啊。外国人怎么说呢？儿童是人生的天堂啊，最快乐的时候啊。那人到中年的就是战场啊，要去拼命啊，啊，要跟人去争啊，竞争斗争啊。晚年呢，晚年是人生的坟墓啊。二战之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啊，所以他们定了一个老年福利金的制度。啊，国家养老，国家有钱呢，太多了。啊，听说现在经济成了问题了，养老金没有了。养老金没有了，那美国人就真可怜嘞。他没有积蓄，每个人赚多少钱花多少钱呢？啊，甚至透支，他向银行贷款。啊，中国人决定不干这个事情，啊，再苦也不借钱，所以无债一身轻啊。每个人这负债成习惯了。可以说从出生就负债，到老死都还不完。啊，跟中国人的思想是完全相反。啊，所以这三途啊困难，业障很重，很难度化。佛菩萨虽然慈悲，也不舍弃他们。啊，所度的一定是过去生中啊，有很深厚的佛学基础。临终啊，大意了，起了贪嗔痴慢疑了，堕得三途。啊，有善根深厚的这个底子，佛菩萨在地狱里确实能帮助他。啊，我们这个人间做许多超度的佛事，对他们有很大的好处。啊，确实有念佛往生的，啊，有升天的，有又到人间来的，啊，但是得不到这些好处的，依旧是大多数。啊，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就金蝉佛师是提醒他，一下觉悟了，他就离开了。他要是还迷惑、还执着，啊，最严重的执着就是执着的冤冤相报。啊，他被别人杀了，仇恨在身，他要报仇。啊，别人欠他的债务，念念在心，啊，要讨债，这就没法子了，啊，这个就处理不了了。第四个是欲贪欲，啊，心已作不拘泸州，啊，这个心已啊，就玄奘大师翻译。啊，旧译呢是古德的时候，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啊，翻译单语，啊，
以乐报殊胜呢，而总无苦过也。这是四大部洲白洲。我们这个地球是南瞻部洲。啊，这个地方不在地球上。啊，是另外一个星球。啊，这个地方都是修善人去往生的。那个地方果报非常殊胜。人寿1000岁。啊，很少有短命的。物产非常丰富，所以生活很快乐，没有忧苦。啊，不想学佛。所以那个地方没有佛法。啊，韦陀菩萨是护法神。啊，是护法的总领导。你看我们常常看到匾额啊，叫三洲感应。啊，四大部洲的三洲感应呢，白居卢洲他不去，那你没有佛法。啊，白居卢就好啊，闻不到佛法，永远见不到三宝，所以这是生到这里去，那就是1000年，你学佛的就断掉了，要断这么久啊。过去所学的大概都忘干净了啊，这是障碍。第五个是长寿天，长寿天是色界无色界，色界里头有一个叫无想天，专门指它啊，因为色界无不还天是三国圣人在那修行的，那有佛法啊，只有这个无想天啊，无色界有9层天，只有这一层没有佛法，寿命很长。无色界呢，他们不学佛，他们误会了，以为自己就证得般涅槃了，把无色界天当作涅槃啊，这是很大的误会啊，寿命很长，但是时节到了，他的定功失掉了，烦恼又现行了，这个时候他就回谤佛法，回谤圣贤，圣贤人说好像大般涅槃呢，就永远不会不生不灭了，为什么现在又生烦恼又有生命啊，这个就是谤佛谤法啊，这个罪过呢堕无间地狱。啊，司空天人的。啊，他是最后临终的时候。他支持不住了。啊，所以这些全是障碍。啊，聋盲喑哑，这是生理上有缺陷。啊，聋，听不到，你讲经他听不到；盲，他眼睛看不到。这喑哑有疑问问不出来。啊，这都是障碍。第七个呢，是识别错。啊，是知，我们今天讲的知识，
高等知识分子，他有丰富的知识，他没有智慧啊，他有辩才，他也很聪明啊，他不相信啊，不能接受佛法。第八个呢，佛前佛后啊，他生在这个时候，生在佛前，佛没有出世之前，这世界没有佛法啊。佛后呢，他生下这生到这个世间呢，佛已经灭度了。我们这个是不是佛后呢？不算佛后，佛的法运一万两千年啊，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一万两千年叫佛后啊，这世界没有佛法了啊，佛法殊胜利益你得不到啊啊，这叫八种难啊，这个难就是你没有办法闻佛法，就不能够见佛闻法啊，这八种都是障碍。维摩经方便品说，菩萨成佛的时候啊，这个菩萨是不处菩萨，他来成佛的时候，这个国土没有三途八难啊，那是菩萨人，菩萨的大德所感召的呀。幕后尽心戒观发愿，四百四病以业识为本，这叫身体多病。所以佛在世日中一时，那佛教传到中国，晚上这一餐决定不吃的啊，这个叫持午。太阳过中不再吃东西了，这是养生之道啊，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好处啊。啊，下午晚上吃东西，这是不健康的根本。那三途八难呢？以女人为本，这个贪色啊，贪财、贪名，都没有贪色的罪报。啊，大乘一章第八卷末后广说其详啊，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说得很明白。所以这个视之从变呢，这八难之一，邪见颠倒，反以为美啊！你要遇到的确实如此，真正有此啊，辩才无碍啊，他来批评你，他来驳斥你。啊，还一位很得意
念老伯后在那里借语说，如是之人也能处理生死苦海，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就是生死苦海。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佛有众生虽有善根，做大佛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续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前面这一段是贪着世间的福报，出不了六道轮回。幕后佛告诉我们要怎样才能够超越啊，轮回实在是太苦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佛答此时，此界众生虽业修善而不求生净土者共有三种啊，这三种人都是学佛的人，不想求生净土啊。第一种呢，贪着世乐，这是哪些人？世间的富贵人，他来烧香拜佛啊，来做佛事，所求的人天福报啊，他不求往生，他不求做佛做菩萨啊，他对这个没兴趣。啊，他对于名利看得很重，对于情执看得很重。啊，为什么来求佛？求佛保佑他，升官发财；求佛保佑他，长命富贵。求佛保佑他子子孙孙平安，他求这个啊，所以他也修福啊，造佛像，建道场啊，他做这些事情啊，大福田啊。那么第二呢，视之便从邪心之身，像前面所说的他有这个世间的知识啊，有丰富的知识，聪明又辩才啊，什么叫邪心？不相信世间有神仙不相信这世间有佛菩萨啊，认为宗教是迷信
啊，认为古圣先贤这些教诲已经过去了，啊，那是封建时代的东西。啊，圣贤所有的那一套东西都是欺骗人民的。啊，所以古圣先贤都是啰嗦，都是糟粕，应该要把它统统舍弃。啊，所以有打倒孔家店。啊，这些人啊，叫邪心之神呐、啊！啊，东方人有，西方人也有啊。叫不相信宗教，相信科学，科学是知识。啊，这第二类的啊，这些人也修福没有往生断恶修善的这个念头，三者这位呢，取向分别情执深重啊，取向就着想有很重的情执啊，执着大乘教里面称为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重啊，啊，见思烦恼如果断了，六道轮回就没有了。啊，它特别重。其次，取向分别。啊，取向分别比情执深重稍微轻一点。往往这两个同时发生。这是为什么不能够脱离轮回的原因呢？啊，不能够求生净土啊，这三种人，所以此三种人纵能修福，所得的呢都是世间福报。梦幻泡影，转瞬即逝啊！那故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也。啊，这是把原因给我们说出来了。啊，我们再接着看，佛有。众生呢，虽种善根，做大福田。这个当中，大福田呢，就是支持制佛、持佛名号。这一句我们要特别留意。啊，最大的福田是念佛，因持名是诸善众王，故所种田呢，方得名为大福田。
是以分别取向，情之深重，故虽念佛也不能出轮回。啊，我在早年遇到一位老同修，啊，年岁比我大，大概30年前，啊，30年前他大概差不多有70岁了，啊，现在这个人已经不在了。啊，过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住景美图书馆，啊，过年来看我，告诉我，净空法师，我念佛功夫不错了。啊，我说难得了。他说我什么都放下了，只有一样放不下。我说哪一样啊？孙子放不下，情执。哎，他只要那个孙子放不下，你别看他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天念几万声阿弥陀佛，啊，念头头一个念头起来就是孙子，他不是阿弥陀佛。啊，他能不能往生呢？不能往生，决定障碍。啊，那不能往生到哪里去呢？喜欢这个孙子，不会离开他了。将来孙子长大结婚，可能他就做他儿子去了。啊，世间人就是搞这些玩意儿啊。啊，那么这个世间人的情执确实不容易放下。啊，只要你有爱好的，你喜欢的，啊，你常常想着他的，那就是你的麻烦。出家人也不例外。我在美国旧金山遇到一位法师，这法师大概现在都不在了，年岁都比我大。啊，一生呢最喜欢收集古董佛像。啊，他有一个储藏室，打开的时候全都是佛像，那个房间里面，啊，全是古董，这是唐朝的，那是宋朝的。啊，那是魏晋南北朝的，专门收集这个。啊，他能往生呢？不能呐。那死了以后到哪里去了？死了以后肯定离不开这个房间。这房间有什么？有老鼠，有蟑螂，有蚂蚁，他就到这儿来投胎了。他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啊。这个事情麻烦了。我那个时候看到这个情况呢，我自己非常吃惊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也有爱好啊。这不一样啊，我爱好是什么？经书啊。啊，特别是线装书那些好的版本。那他爱这书的时候，死了以后书里头有蛀虫啊，那就去投胎搞这个去了，这越想越可怕啊，所以我把我那些书统统捐掉了啊，多半的时候是送给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让他翻版啊，统统把书印出来，原版呢都留给他们了，还有一些我印了之后就送印刷厂了，
啊，原本有印刷厂，由他们自己保存，为的是什么？怕后来有人印，他有底本。啊，我把这个也放弃了，一丝毫都不可以贪念的。啊，是喜欢，那个麻烦就来了。啊，往生就产生障碍了，样样都要学。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人肯定得生。啊，没问题。那么经中三辈往生皆由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发菩提心跟一向专念都重要，只有一向专念没有发菩提心去不了，虽发菩提心没有一向专念也去不了。这是一定要记住啊！我们想这一生呢，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这一句话牢牢地记住。那菩提心呢，就是大智，就是大悲，就是大愿，就是圆融一体之心。那么情之深重呢，是愚痴啊，你只要对这个世间任何一桩事或者是一个物一个人有贪念的话，这叫愚痴啊。你发的那个菩提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呢？情之，你的喜欢，你的爱好，把你的菩提心全部破坏掉了，这是菩提心难发。啊，取向分别，这有取舍。啊，有取舍，慈悲心就没有了，平等心没有了。啊，所以你有取舍，何有心起？你怎么能够心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只要有取舍，这两个没有了。我喜欢这个人，我讨厌那个人，大慈大悲没有了。啊，大慈大悲是菩提心。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在讲经教学当中，我把菩提心说成十个字：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此地说的也很好啊，菩提心是大智、大悲、大愿、圆融一体，也说得好。那我们什么时候真正发出圆融一体之心？只要圆融一体之心发出来，清净平等就马上就显现。不知道变法界、虚空界跟自己是一体啊，总是起取向分别，叫着相啊，这是把这个菩提心破坏了。这如是之人何能发菩提心？
啊，没有智慧，没有慈悲，没有圆融，啊，取向分别，我喜欢这个，讨厌那个，这怎么能成就？啊，那么这些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发心一向专念，为什么没有感应？为什么身体毛病还有这么多？为什么像做一桩好事有这么多的障碍？啊，细心去追究，总有原因呢。原因不在外面，原因在自己。啊，这个道理一定要把它守定。啊，外面的原因还是自己的原因所感应的。啊，我们自己错了。给后人汲取经验呢，不犯我们的过失，他将来的路就能走得很平稳了。啊，我们的过失在哪里呢？谦虚不够，恭敬不够。啊，四摄法不够。所以，虽然是好事，也给人带来嫉妒障碍。啊，我们自己很清楚很明白，因为自己把明文理言已经放下了，所以这一些嫉妒障碍对我自己来说是有利没有害的。傅大师所谓啊，庞居士所讲的好事不如无事，啊，心发得很圆满。楞严会上佛说，善心一发了，功德就圆满了。不是你不做，是因为有障碍，你没有发出去做，你的功德已经圆满了。这些理事都要明了。那经典的教训我们才能够汲取。菩提心发了，不要再让他有障碍。啊，菩提心放了，是非人我都放下了。是非人我没有放下，菩提心决定发不起来。啊，那我们念佛求生净土，也知道决定是有障碍的。
啊，所以取向分别则有取舍，只要有取有舍，就没有办法兴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这就有名无实了。如是之人何能发菩提心？故念佛也不能入于三辈之中啊。这就讲念佛只是给阿弥陀佛结个法缘，跟极乐世界结个法缘，这一生往生有难有困难，啊，欧耶大师为念佛如无信愿，也不能往生。正于此同，真心切愿呢，不容易啊。有心有愿就决定的是。啊，那我们也有心愿，为什么不能往生？我们的心跟愿都有夹杂，杂而不纯，所以不能往生。啊，真能往生，你的心跟愿要精纯，精就是一。业心，我只有这个愿望求生净土，其他愿望统统没有啊，这才行。啊，要知道精业了是真心啊，有妄想分别执着那是妄心啊，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妄心啊，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分别是尘沙烦恼啊，执着是见思烦恼，这些东西夹杂着，菩提心是假的，不是真的大乘。严格的说，放下见思烦恼，你还有尘沙无明，都不叫做真正菩提心啊。为什么华严经上你看初发心菩萨菩提心一发是什么地位？圆教初住啊，那真发菩提心啊。那初住以下的十法界里面的佛没有菩提心啊，十法界里面的菩萨阿罗汉辟支佛都没有菩提心啊。啊，菩提心就太可贵了，菩提心是你的真心啊，啊，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这个慈悲就是这个经上所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一定要契入圆融一体啊。真心是什么？真心就是圆融一体，这是真心，不是圆融一体是妄心啊，妄心也能妄生，生凡圣同居土啊。啊，或者是生边地一尘，生边地一尘就不错了，你真的到了净土了啊。在净土五百年当中，你菩提心一定升起来了，
你就入品了，啊，你就入三昧了，啊，所以菩真心多重要。我们在先前实在上说，最方便的、最容易提醒我们的《金刚经》啊，《金刚经》上一句话：“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我们常常遇到境界先前了，你想这一句经文。为什么呢？把我们的分别执着打掉。啊，梦中是一体，云融一体。你梦中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是你自己心变现的，绝对不是外面人跑到你梦里去的，没有这个道理。你命梦中见佛见菩萨，也是你自己心变现的啊！所以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是你自己心想变现的。你平常不想，不会变现啊！所以一切法是自己心想生，一切法跟自己同一个体，圆融同一体。这个认知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啊，你真的承认了，你真的接受了，啊，完全明白了，醒悟过来了，你许许多多的烦恼障碍就没有了。啊，以现在环境来说。啊，什么2012、2013的灾难，你有没有？你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你像观世音菩萨一样，真实智慧关照，无蕴皆空，哪来的灾难？啊，你的心永远是定。永远是觉悟的欧耶大师为念佛如五行愿亦不能生真于此头，跟这个意思是相同的。再者，着相修福，其福有尽。那为什么世间福报国报在六道里头如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行于布施所谓不住色布施不住身相未触法布施须菩提菩萨应如是布施不住于相何以故？若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所以，只要祝福，修再大的福报，福报有限。过去的梁武帝，大家都晓得。这在佛门修布施，大概在中国佛教史上没有人能超过他。啊，在他手上建这些寺院庵堂，规模都非常雄伟。啊，多少所啊？480所。
他喜爱佛法，护持佛法。人要是这些希望出家，那他无比高兴，他做你的护法。啊，供养出家人几十万人。福报大不大呢？他是取向分别，所以大魔祖师直截了当告诉他，并无功德。啊，他在大魔祖师面前夸耀。啊，问达摩祖师，我的功德大不大？达摩祖师说，并无功德，取向分别，没功德。有福报，福报大不大？有限。啊，因为他分别取向，所以福报有限。那个福报肯定在欲界天了，啊，欲界天有限，那这个有限不是四王天就是忉利天，啊，什么叫福德，什么叫功德，我们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千万不要误会了。临风是欧益大师，破空论是金刚经破空论，啊，这部书就是欧益大师写的，啊，他在这个书里头这么说，以无所住法诸般若中，这然修行六波罗蜜而不取相啊！啊，这大师教人呐、啊！啊，修六波罗蜜就是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通通不着相。是故能令少识与虚空等，不是多少啊？不是一分钱。不施一毛钱，功德多大？跟虚空法界一样大。大魔祖师不知道啊，为什么？还原观上讲到的，含容空有啊，也就是大臣常说的量大福大啊，他不住相量就大了啊，没有取舍，不住相，他的心量跟虚空一样，这么大的心量，他施一点点钱，那个量跟虚空法界一样的，啊，只要你取向分别，啊，你布施万两黄金，得福有限，啊，不着相。不取相，不着相，
不施一文钱，功德超过那个着相的布施万两黄金，超过他。啊，这个道理就是一切法从心想生，与心量相应的大了，与心量相违背的就小了。含空容有啊，就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量周杀戒是容有，能包容啊，含空也是能够含受整个虚空啊。虚空在哪里？虚空在我心里面，心比虚空大啊。这个话是世尊在楞严经上说的这。而众生住于相故，妄自即果即因，观大观小。若能称性而住，不住诸相，譬如芥子中空，与十方空性无二无别。他大就大在这个地方啊。啊，这个地方讲称性而住，称性而行，不住诸相，就是三轮体空，无我相，无人相，也无当中施舍之相。布施之后，心里头痕迹都没有，这个福报大了啊，跟虚空法界一样啊。布施如是，持戒也如是忍辱也如是精进禅定也如是，六度前面五个是四，最后一个是智慧。智慧在哪里？不住相就是般若啊！你布施里头有般若，你持戒里头有般若，你忍辱里头有般若啊，精进禅定里头有般若，有般若就跟自信相应，那就叫无量无边的功德啊。要一取向分别呢，那就功德就没有了，是有限的福德。这个福德果报在人天啊，有限的佛法这些微妙精神的道理不能不懂啊！啊，不住相为什么呢？破空论里头有解释，有个比喻，譬如芥子，芥菜籽啊，芥菜籽里面的空啊，我们把芥菜籽里面挖掉，芥菜籽里的空，这个空跟十方的空间有没有差别？没有差别，
那没有差别，功德不就一样的吗？空性呢，无二无别。啊，一空没有内外，空没有彼此，啊，空没有方圆，就是没有东南西北，空没有形象，更无小空一大空。啊，没有什么小空大空，无相之福，其福乃大了。你着相就错了。啊，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所以，明理的人能修大福啊！啊，明理有智慧的人。他施小得大福，啊，乃至于他没有施，只起个一个善念，福报都不可思议。啊，他要能够把这个善念做到了，那福报就更大。这些理事我们懂了，这真学佛了啊！这不懂那真叫做迷信啊。又《金刚经》曰：“若心取相，则为着我人众生说者。”你着相了，只要你着一个，四个通通都有。啊，它都有连带关系的。我们明白这些道理，就晓得我们现前修的不如法，所以障难这么多。啊，障难能不能化解呢？很难。难在哪里？难在我们听了佛法，我们这个观念转不过来。能不取相吗？能不执着吗？放不下了，怎么办？啊，佛的办法就是教你常时熏修。你只要不舍弃这个方法，读经、念佛、听教，啊，一年转不过来，十年；十年转不过来，二十年；二十年转不过来，三十年，肯定会转过来。为什么？时间久了，你真的明白了。时间不到，你那个明白是假的，靠不住的。为什么境界现前马上就乱了啊？毛病习气全跑出来了啊！解说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说，熏习的力量太薄弱了。问题在这啊，古大德教我们。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你才知道它非常有道理。啊，我常常给很多同学说，我没有长处啊。啊，这么多年来，幸亏没有退转，还年年有一点小进步。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离开经本啊，这是我自己对治自己的习气啊，我用其他的功夫不得力
啊，持戒功夫不得力，念佛功夫不得力，啊，持咒的功夫也不得力。用什么方法？能让我得力啊，最后我就想，只有讲经啊，讲经你不能不认真准备，你不认真准备到时候下不了台啊，这个给心理上压力很大了。初学讲经上台讲一个小时，要准备40个小时，啊，一个星期可以讲2个小时，啊，一个星期的时间充分准备，啊，那时候写讲稿啊，啊，讲稿要改好多遍呢，啊，这样才能够把自己真正啊控制住。有效果啊！啊，天天不离开经本，啊，天天不离开教学。这个教学是我要提出学习心得跟大家分享。啊，在美国有一段时期，每一天讲9个小时。我记得连续讲了8天，啊，在早年在台湾，每一个星期大概有30个小时这样。星期天没有休息，啊，只有这个方法能教你是不放逸、不懈怠，啊，骗老师容易啊，偷偷懒行啊，骗听众不容易啊。啊，听众坐下去几百人，啊，你没有充分的准备，没有认真学习，这个报告做不好啊！啊，所以真的叫倚重靠众，啊，大众成就了。啊，我感激韩馆长，他对我的帮助很大。啊，最早30年，每一天讲经，他替我安排，替我找地方，啊，替我去约一些同参道友来听经。啊，我们学讲啊。总得有人听呢，听了最好有人提出问题来问呢。啊，问了我不能解答的时候，回去是找书，找参考书啊。啊，30年的基础，啊，奠定之后他走了。啊，他也走。我们的法缘更深，走向全世界了。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啊，所以学习，成就关键还是在自己。
啊，别人给你做助缘，你真正有这个心，他就会遇到这个人啊，来帮助你，来成就你。啊，所以《金刚经》上讲，若心取相，你就着了思想。又说，若菩萨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你就退转了，你不是菩萨了。啊，那么你要记住这句话，这句话前面是什么呢？若心取相。若心取相，你就不是菩萨了。我们起心动念待人接物，能不取相吗？不取相真菩萨，取相受了菩萨戒，这假菩萨，不是真菩萨。啊，《般若经》上这样教给我们的，上面引金刚般若，戒表取相分别之事，是就是错了。啊，故今云，求出轮回终不能得了。啊，这样学佛出不了六道轮回。啊，我们要记牢。慈云灌顶法师在《大势至圆通章》疏钞最后给我们讲的念佛人一百种果报，啊，第一条是地狱，念佛果报在地狱。我第一次看到这篇文章，我怀疑念佛怎么可能堕地狱？念佛好事情啊，善中之善。他下面注了一句：“为无欲故。”念佛堕地狱，这句话什么意思？为贪图五欲六尘供养来念阿弥陀佛，这个心念阿弥陀佛是往无间地狱。啊，怎样念佛才能往生？啊，念老在此地引用的很好。啊，菩提心，大智、大悲、大愿，圆融一体之心，你决定得生净土。啊，不但得生，你的品位会很高。啊，你有没有智慧？取相分别没有智慧，自私自利没有智慧，贪图五欲六尘没有智慧。啊，对待别人有分别不平等，没有慈悲。菩提心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智慧跟慈悲。啊，那么这些道理不懂，
我们念佛就不如法了，自己以为不错啊，到后来不管用啊。啊，要知道原因到底在哪里。这一段最后说的，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求生净土，永得解脱。无相上不着相啊，利益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佛在大乘经上常说。如果真的利益一切相，一切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如果你着相分别呢，没有一法是佛法。啊，华严经、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你着相。佛为什么要这么说法？为什么要这样教给我们？相是虚幻的，没有这个东西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把虚妄当真的，你错了啊！真的东西只有自信呢，自信是圆满的。啊，明心见性，见的什么心？所见不外，万法一如，万法一体，万法无二。这就是见性啊！你的智慧现前了，智慧现前，妄想分别执着自然没有了。有妄想分别执着，没智慧。你所现前的是烦恼，不是智慧现前，烦恼现前。啊，智慧跟烦恼是明暗的两面，明现了暗就没有了，暗现了明就没有了。啊，所以有智慧绝对没有烦恼，有烦恼绝对没有智慧。这个道理懂，这个道理放在心上。常常想着我有没有一点智慧，我的学习如不如法，我这一生能不能往生，把往生所有一切障碍放下，这就对了。啊，什么时候放？现在就要放，不要等待。啊，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很好：“黄泉路上无老少。”啊，今天不知道明天是，今天活在这个世间，明天还能吗？靠不住，那这个事情我现在就要办。我不能等到明天
啊，等到明天，那我就是烦恼，没智慧。有智慧的人不得，急在当下了。啊，转烦恼为菩提，就在一念之间呢。众德之本者，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这是众德之本啊。又无相者，无色等无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的无尘啊。男女生住坏等实相啊，前面只是色声香味触男女身住坏这十个相名为无相，这个东西全没有了啊，不再分别了，不再执着了，佛慈悲也啊。什么叫无相？这对初学说的。涅槃经曰，涅槃名为无相啊。那么换一句话是，你真正做到无相了，你就真的大般涅槃了。大般涅槃是无相，又严密超越，即灭者即无相啊，即无相义也。但心自证不同他得了，故无住相，完全跟你讲真话，句句真实，遍法界虚空界，现在讲宇宙之间，什么是真的？但心自证，这四个字是真的，不从他得了。为什么？一切法从心相生，遍法界虚空界，心现实变，自己的心，自己的事啊，除这个之外一无所有啊。像是假象啊，念念不住啊，所以无住相这句话是真的。啊，我们现在学过还原观，学过华严，学过世尊跟弥勒菩萨的对话，今天讲无住相，我们有一个概念。啊，这个概念是念念不住。对般若经上所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我们明白了啊，一切法包括我的身体无所有啊。啊，这个相怎么存在啊？原来是一秒钟1600兆的波动现象产生的，也就是这个相在一秒钟里头产生1600兆次的变化。那你是真的呢？那怎么会是有呢？
啊，确实是悟啊。啊，像我们看电影，啊，这个电影胶卷的时候给我们启示，啊，这个在放映机里面，一秒钟，24张，啊，换一句话说，它在荧幕上占的时间是24分之1秒，啊，占的时间马上就过去了。你想的不是假的，弥勒菩萨告诉我们，我们现实的这个现象跟这个电影底片一样啊，一秒钟多少次呢？啊，生灭多少次？1600兆。这个东西在荧幕上一秒钟24次，现在我们的环境是一秒钟1600兆，它怎么会是真的？怎么会是有啊？无住相啊，三个字把这个事实真相，就是宇宙之间一切万法的真相说出来。你所听的，你所看的，你所接触到的，你所想的，全都是一秒钟1600兆的波动现象。啊，所以佛把这个境界比喻作梦幻泡影，比喻的好啊！啊，真的是梦幻泡影啊！啊，所以佛经上常讲啊，即在当下，当下就是一念。就是一秒钟，1600兆分之1秒，那叫当下。有，要知道有是什么意思，无是什么意思。啊，有就是那个一念，一念有。啊，第二念呢？第二念不是第一念，第一念没有了，第二念升起来了。第三念不是第二念，念念是单一的，我们感觉到这些现象啊，是这些单一的，相似相续相的一个幻象，啊，相似相续的幻象，我们误会了，把它当真。心经第一句话，观自在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个五蕴是什么？就是当下的一念，那一念不可得，啊，这一念弥勒菩萨讲得很好，这一念有行，行皆有识。啊，弥勒菩萨用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念，念念
成行，行界有时，讲得很清楚啊，这真叫宇宙万有的真相啊。啊，你把这一句话要是真的体会到了，搞清楚搞明白了，你对于经上讲的无住相无所有，你统统明了了。啊，这是诸法实相啊。啊，下面还是引用金刚经。金刚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如来什么？如来是自性啊，你什么时候见到诸相非相了，恭喜你，你见性了啊。见性又叫做成佛，你成佛了。啊，金刚经上讲如来都是讲性，讲佛是从相上讲的。啊，讲如来全是讲自性。啊，这两个名词有两个名词的意思。凡所有相，没有说十报庄严图例外。连十报庄严图也是虚妄的。这个在我们在学习经教里的报告很多次了。啊，诸佛如来的十报图叫一真法界。啊，它有相，那相也不是真的。啊，那相是什么显的呢？无时无明习气显的相，无时无明习气断了，相就没有了。啊，皆是虚妄啊！啊，没有了之后现什么呢？常寂光现前，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啊，前面报告很多次啊。现在科学里面所说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常寂光里头这三种现象都没有。所以皆是虚妄啊，也可以形容这个常寂光。常寂光里头没有这些虚妄的东西，对，所以它是真的啊，真里头没有妄啊，啊，这妄里头有真啊，真里头没有妄啊，这个道理要去把它参透。啊，对我们的修学会有很大帮助。啊，对我们求生净土那帮助就更大。啊，我们把该放下的全放下了。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决定生净土。啊，不再搞拉杂东西了。啊，就真正能够做到随缘，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像普贤文殊一样就得大自在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